还能偷了呀？郭点架住，用脚步咔咔打走上来。铁梅，还能之前也是 T1 的选手啊。嗯，是的，现在 T1 就是满天星。是的。的。必须又开始打上头，偷一个。哎、PU 好准。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商量好的一个集火。嗯。宋江也有出枪。他是不是就是把林树放倒的？对，就是林树啊，就是冲了林树。来来来，眼睛交出来，来眼睛交出来，交了，直接交了，摊牌了，交底了，不装了。啊，全往南部扎，北部真空了，吐鲁那条线不知道站了多少队。哎、但是路上萨萨一个背控把老君打下来了，还不好救，直接补掉。啊，这个也想扎这个位置，是的，这个地方停车也活不了，对啊，下车点有点问题，是，可能还是觉得再往前也开不动了。那扛了雷，硬是扫了一波，赶紧撤了，位置被排掉。但他四面八方都是人啊！哇，艾老师还有一个飞车把 Ramba 也给撞倒了，是有内鬼，这 Ramba 直接飞出去了，对他飞出去掉下来摔死了。啊，但黄一门过顶又是被打倒，这一波 Pero 还得。找这个快速扶人啊！但是十七来了呀，十七好像有点坐不住了。十七应该不会太冒进。嗯，顶上小鹿出枪，是把 Heaven 连打带补。这样的话 ，GBL 只一个下坡，这个顶坡不太好顶啊，上不去。想利用手雷做牵制，阿伟血量很残，只是被手雷打掉了。是的，一时半会儿 ，FM 这边没有队伍来劝，得快一点。牛皮已经在往上摸了，这个就跟咱们一开始想的那个剧本是一模一样差不多的，真的是差不多的。是的，马云龙就是眼看着在这个黄之龙手上没的，就你处理这个点服不了嘛。是的，我觉得还好了，只掉一个嘛，就至少秃头山这块是暂时守住了，还能玩。嗯，达纳瓦直接把天霸带走了，天霸这边跟达纳瓦近点接了个团。嗯，达纳。哦，他们想要去吐路，但是吐路太挤了。这个车停车的位置好像，是不是半途发现炮楼有人啊？但是也不应该停在窗口可以打到的位置啊。你在这个位置怎么可能推得了炮楼呢？你要么就停到下面的坑里面去。是的，你要么就索性跟他直接 all in 了。对，要么就顶到脸上。是的，这停车的位置可能是载具开不了的。但我看一下载具是 OK 的，就是在那个位置停的。他想从这个位置起推，但是很难推啊，这怎么推？那信息交互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，神兽和小五啊各打个达纳瓦，达纳瓦刚才还被 DK 抽了一个，达纳瓦的位置应该很拉，只剩最后一个。啊，另一侧 FQR 好像对天路也是有一点的反制，竟然被打倒了啊，被补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好说，按照今天出去了吗？骄阳的脚。十七整体在控制西侧的时候做的还是非常不错。嗯。现在 DK 也只剩三人。可以先进坑，下面二狗飞，好好笑啊！飞的还把他给补了，我真的是，这车就这真不怪，撞到人就跟没撞到一样。我只能说 Adder 的惯性比较大。嗯，对，那 Rainbow 也是太瘦弱了，这车就从头到尾连速度都没减。不是油门踩得太死了，车速一下减不下来，对吧？嗯，得换刹车。好，这里 Pyro 的盒子啊，看了一眼。嗯，整体 BTP 的土路也是没办法守啊，现在只剩 DG98， 土路上有 GX 两个人。DK 一直是，哎，怎么说？哇 ，KDF 真的是脾气上来了。这个打车应该不太会失误吧？打一个下来正常操作，他是不是打第二个背身，第三个，这里是 Foxy 的雷，真准。没想到呀，有内鬼。这个扔雷没抓住 timing。哇哦 ，and 三万八出枪 ，DK 这个，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。是这样的，他打内战的时候他是三万八，是的，打外战的时候他可能就一万八了啊。主要这个也算内战啊，但是因为这把，哎，就在为这个掩体后面 under 一个拉枪，这把 DK 本来是有优势的。真的从那颗雷开始，就是 Foxy 这个雷太是啊，他打了两个。牛哈皮满编在秃头山接 USG， 哎，但是扔雷的时候吃到远点枪线了，周边赶紧回撤。这个落风波挺恶心，嗯，有第一时间处理不了他。牛哈皮还在扔雷，嗯，手雷起不到很好的作用，而且楠楠好像不太好救。
应该是要送给蓝军了。这坡你是下不去的，这波他要么就跟牛海比死磕，你要走吗？走你能去哪儿？没地方给你扎呀。下坡还有两个人呢。哎，关键是还撞树了，兄弟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那三个人当幌子啊？三个人当诱饵也太代价太大了吧？这去个平台，这被直接买两，给了牛海比机会啊！我这波 USG 我完全看不懂。是的，没有搞明白，可能是沟通上出现了问题，让牛海比抓到机会是拿下五分。还有一个人在蓝圈，他就是可能就是想好留个老六。on the 帝国书枪没有击到，他知道机会在再回声，那可惜了。其实这个小战术打的还是不错的，可惜这把枪再过点，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对方是贴不到近点的。七把啊，这个就没办法了。处理独狼，皮卡里打了一个，只能打拉卡德，最后一个人。对方这个过点是比较难的，抓住了对手正在从二狗家走向阳台楼的这个过点。好，能不能扶人呢？能，在围墙外面可以扶。哦 ，FTR 来这个点也不错。那这个时候这个点，杰帆应该要来收割。哎呦，这个车没开好，哇！但是落地幻神直接秒了一个，有雷。周平烟一马当先，先混进烟里贴近点，先把位置踩住。哇，这扎实的基本功，车已经打转了，他居然都能把对方打了。是的，哇，你看他这个，打赢了，你看他这个瞄具里面就是点到。就是枪枪到肉啊！这波是无人生还了，这没办法。但是 New Happy 还是要比 FTY 要再高一个名次。是的，因为 New Happy 现在目前也是把自己的分数提高到70分以上了，72分。GFI 78跟17同分。这把 PCL 内战了。是的，内战了，至少最后一把鸡。终于 PCL 吃把鸡。已经出枪了，小北，这个啊，实习秀出的枪。啊，匆匆倒了。真准啊，这个距离。我甚至我说实话，这真撞不下来吧？太难撞了，这个位置。你底坡埋一个枪线左右重叠就没了，很快就死了。是的，他撞时期机会会相对大一点。是的，虽然也很难了。对啊，真的就死了。搏一搏嘛，那肯定要搏一个就是能拿分的地方喽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，王鹏，这是被远点的小五打了，这波3-3。是的，时期要趁这个机会压出来。时期凭借这一把也是来到了目前第二位，79分 ，GFI 82分，第一。哎，这波你别说，十七这个过来全架，十七概率更大了。十七手又打了阿童木，谁吃鸡谁第一了这把。嗯。三的不在圈的，在圈的兄弟已经被打了。只要十七架死，这把就有机会，先把阿童木补掉。这个就千万不要往前顶就完事了。小五扔雷。哎，看到他了。哎，这个雷在脸上 ，Summer 炸倒了。2-1，看 Summer 了，指挥。有没有机会？现在血量不是很多啊，只有一个半血的一个状态。一起冲他的话，锁定了他的位置。对，一起冲他是没有什么机会的，应该实心的，而且他是趴着的，手上坡或者高打低，同时打协同，侧翼枪械一起拉就完事了。哇，反应很快，攻起十。